紧跟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他是徐子瑜，绰号橘子，受柯信任，爆出人在日本。前立委陈柏惟公开念出他的友人喊话内容：橘子辛苦了，不要背锅，你为柯文哲奉献青春时间过劳啊，几乎全年无休。你们家也不缺钱，3.1亿都只是零头而已，不需要为柯文哲离乡背井。提到神秘数字2.3亿、3.1亿，陈柏惟不清楚代表含义，而橘子从柯粉转幕僚，贴身随行，不计酬劳，力挺到底。有人喊话他家世背景显赫，不需淌浑水。橘子的曾祖父是杜聪明医师，所以也知道他的家境背景其实是非常好的，也不缺钱，非常始终的柯粉。那当然，职工听说。也是没有酬劳，在他能够协助配合办案的情况底下，北检用证人的身份让他的证词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就已经足够。议员也爆料他形同地下党主席，其实在柯市府早有埋怨的声音，府内的幕僚他们其实对徐子瑜以及这些财团的三代平常目中无人而且嚣张跋扈的行径，大家其实都敢怒不敢言。退党的人，离开市政府，离开民众党，对他们失望的人多跟山一样，那些人哪一个人不会想要讲你们的事情。案子这封有人亲笔信是来自对民众党失望离开的人士，徐子瑜是金华城案重要关系人，面对老板柯文哲涉嫌图利，势必有义务返台交代清。三十五王成义为我们宣台北报道。